我靠，有色！这个种水特别好哎，我有这个是有厚度的，而且这一块开出来的话是完美无裂的，这里的话就已经可以直接雕一个牌子的啊。咱们这里的话今天收了一块料子，然后咱们准备十丈啊。这个呢是我姐她也相信我，然后搭了一点鼓。等下你搭了多少？30%。30%。对。什么料子啊？我看一下。来给你们看一下哈。这个料子的话它是一个厚浆的一个料子，看到没有，翻砂的话是很细啊。压灯这边的话是一个种水，但这个料子的话是一个色料哈，我先带你们看一下这些的话，你看它的一个种水的话是相当不错的啊。这多少钱呢？这个料子2万。2万。如果玩这种水我觉得就不值得了。那肯定是色料嘛，我跟你讲了嘛。那他这是在记录啥？我没有，要实战料子，准备实战。对，等一下，我先那个让阿涛看完。来，你先看完。这一边它就是色，看到了吗？但是它再往下走这一边的话，可能就又到种水了啊，看到了吧？就玩这一坨色。对，它种水好啊，然后那个又有色，开出来如果说有个界面，2万块钱不妥妥稳赚吗？对不对？对。李哥，你看一下怎么样？其他是露底的，但是就看它这个色压灯是很好的嘛，看它这个画的如何。多少钱呢？已经有30%。2万收的。2万收的，我拿2000块钱洗脚钱，我录2000。入两千，那就入10%。10%。不，李哥你也录吗？我拿2000块钱洗脚。你也入？我拿2000块钱洗脚。我也要入，不是，我也要入啊。那你这不行，这不行。哪里够啊？哎呀，这不够了。再分你一点，不是你不还有那么多吗？那我怎么样也得占到50%以上吧，51%啊，起码是这样，这个样子我才有话语权啊，这样以后怎么处理，对不对？还得问问你们几个股东啊。他分出来一点。不，姐给我分一点，分10%给我，我转。先这样吧。我多给你2000、200。成交，给你10%。啊，可以啊，等一下我转给你。小雨，要不要入？可以，不，没有，你戴个墨镜干什么嘞？我就不录了吧，等下你们都分不了了，我就不录了。你不录啊？还是不够相信你小杨老师哈？可以。那个，他们的话，嘿，有人来吧？那个阿涛开下门。哦好。送货的小妹妹。哦，hello。我就在不在？在。在。等等，我在。来送货的。来送货的。送货的，我也好。拿得过来吧，我帮你。可以的，我帮你拿。这些料子的话都是我叫阿香那个帮我找的啊。都是全博的。因为最近退游想要玩一些全组的，我也想要实战一些嘛，给大家做一些经验分享。哎，刘哥，你先帮我个忙，帮我把这料子先去开了。那我先拿过去。你过来，我跟你说一下，有色的地方可以打开，下面的话都是一些种水。如果说开到就是开到见种水的地方就不要去动，就开色的一个地方就行。我们有股份的，好好开。嗯，刘哥你好开。你好好开。你吓着我一点哈。你开个帝王绿出来啊。那个拿瓶水过来给阿香。好。对。来，我们先看一下啊，这个的话是我跟阿香说过，我这边的话想找一些这样的全组的料子。哎呦，妹妹这个料子。好是好看，就是有裂啊，这品质是可以啊。看到了吗？嗯，就压针的话，全是裂啊。没有这个料子的话，其实我不压针看，你看它这一些肉啊，都已经脱沙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裂有点多了，这就赌它这个裂进不进去了。对，就看它种够不够老。如果说种够老，种老裂不进的话，那这个料子的话还能取一些大牌子，纯度再高一点能取当面啊。但是如果说这个裂进去了，那这个料子就稀碎了啊，风险太大了这个。那这个的话，这个先再等一下哈，再看一看，一块蓝水。来，这个料子的话先带你们看一下它背面吧。这一些面的话啊，看的话是没有什么表现的，压灯的话来看到没有，皮壳会稍微厚一些啊。这沙还可以啊。对，沙是可以，但这个料子的话就是它是这一片是膏药的一个可能性的话就很大。它这里是很漂亮，纯度也够，种水也到，但是那这种料子很骗人呢，我觉得就不懂的人就觉得对，不懂的人就觉得有没有可能里面全是这个，里面全部都是这个样子啊，它会不会整一个的全部进去啊。这个的话其实这种料子它变种的一个风险的话是特别高的，它就是贴在这上面的。哎呀，这个妹这个不行，我再看一下这个嘛。好，看一下那没关系嘛，反正我就要这种全玻料。可以，你有就过来。哎，好的。磨完机有一个色料啊，一个色袋子的一个料子。来，先看看这边，这边的话有爆那个龙筋出来，看到没有，绿色的啊，色袋子。
它背面的话也有，是一个贯穿的。然后这些的话是一些矿渣还在上面啊，没有刷掉。这就叫什么？宁玩一线，不玩一片。宁玩一线，不玩一片啊。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对比了。这里压灯也是有一个色的一个表现啊。嗯。你看它这里这一条其实是这样子过来的，看到了吗？它有一条过来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哎呦，可以有，那就是贯穿了嘛。这边也有，这边也有，所以说你如果你这个色是一线贯穿，它有那么厚，那说明它这个里面有机会，它就是完完全全沉进去的。我们取牌子怎么取？就是啊，这样子的。这样子的一个厚度，它这边两边都进去，这样子啊，取界面的话也是这样子去取的。大部分的你们看到那些绿色的很漂亮的货，其实都是一线色料切下来的，不是那种一片的啊。谈一下这个嘛，这个什么价格？这个、啊，这个的话10万给你接。10万？哎，好的。我不能报价了，这个的话。你没报价嘛？哎，只是稍微叫了一点价。哎，一点点嘛，是不是就一点点嘛？这个的话，全组的料子有全组的价格，没开出来，开出来你如果说色好。两边都有，那这个的话10万我觉得也不贵，但是如果说这个的话现在也没开，对不对？对，什么样都要赌的嘛。对对对对。小万我们谈一下。小万。小万。谈一下。我姐整完给嘛，是不是整完一点以上给一点嘛。中完以上。哎哎哎。我给个价嘛，好听一点的嘛，3万8嘛。3万8。3万8嘛。姐，你也是，借现金的，我也不跟你磨叽了，8万嘛，姐，8万。8万全组料的话，我就不买全组的。那我就买开窗的，老师。那这两个呢，姐？那两个。三个一起收了吗？那两个不对，那就整数了，4万，好不好？6万给你。就4万。就一口价了。4万，嗯。来吧，喝这一块，我也不磨叽了，是不是姐？你身上也是，你以后你都在我家收料子啊。可以。那你有货的话，你用那个过来。可以，姐，好的。那个。哎，姐，这现金呢？哎，你去找我姐，她在后面，她应该在后面。可以。牛哥开的怎么样了？怎么样？开的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，你的速度挺快。来，那个我先看一下。我靠，有事。哇。那先这样吧，先不开了，可以了，留给别人点空间，这已经够了。来，咱们看一下啊，这色，来我这样子远光，然后这样子，你看看到没有？这个种水特别好哎，这个色虽然不是很浓啊，咱们后浆的话买淡不买浓，因为它会翻种翻色。你们看一下整一个，我有这个是有厚度的，淘淘，而且这一块开出来的话是完美无裂的，这里的话就已经可以直接雕一个牌子的啊，算是大涨了吧。大奖的话也谈不上啊，但是你雕个牌子满色的，这样有厚度的话，卖个4-5万应该是不成问题的。4-5万，我出了2000多，那也就变成4-5千了，是不是？那还可以哈。这一天我就赚2000多，哎也太好了，我说了，你那点钱你好好省着啊，有时候买石头的你跟我搭一小股，带你赚钱好不好？给那个佳佳姐看一下，他们的给开心坏了。真漂亮。来，刘哥，你把边这些地方稍微修一修就好了，不用再扩了。可以给它好看一点哈。来，你们看，像这边。我说的只是这一个色的这一个位置哈，这色很甜，后浆的肉又超级细，这种起货出来你雕人物也好，雕观音也好啊，那开脸简直是没得说哈。你稍微秀一下吧，刘哥，你看一下这个料子，你看一下，过过眼看一下怎么样？这个可以有啊。这边是一条色带，背面也是一条色带。这个有色带。对，贯穿了，还可以哈。可以啊，这个。雕怎么样？这个可以开，这个的话咱们明天再玩啊。这样子吧，要不这个料子咱们邀请翠友们一起玩吧，怎么样？啊，怎么玩法？大家看小杨老师的视频一天都忘记点赞啊，咱们把点赞给点起来，如果说点赞到200的话，咱们的话就把这个料子打开，让大家一起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啊，到底是涨了还是垮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可以走，咱们的话先把好消息告诉佳佳姐，这块已经涨了，走。我还没吃饭，你们就在吃饭了。垮掉了。他说他饿了，垮掉了。真的。小孙，哎，小孙是入了我的股吗？对。是啊，对。我来。他的。对。是不是是我的？你也是入了他的，对，你也是我的。对。你带200个。垮了。给我的。你不是你那么早，怎么可能垮了呢？吃啥呀？一点色都没有吗？你吃什么？没有，他那个色不是很好。做的那个菜好好吃，我看一下，不太，我怎么有点不太相信？没事，垮就垮，你注意点你的形象啊！我相信，队友们都看着呢。等，我相信一下，好好看，看一下。垮了，真的。
垮了，全给我吧，我全要了。垮了垮了，你想得美哦你，你想得美、哦。你想什么？想屁吃啊？垮了垮了，涛涛垮了。你饭还没吃饱，你还要想屁吃啊？哦，可以啊，而且刘哥扩出来的这一个部分，完完全全都是完整，没有任何纹裂的。我靠，这个是脏啦，焦焦润润的，而且好细。哪怕这边没有这边的色，没有这边浓，但是我觉得这里弄个那个带着飘色那个牌子什么的挂件都可以。飘色的牌子啊，对。但是你看这边，它种水也很好，嗯，那就说明它肉是细的嘛。嗯，小孙内裤是算你的，是你那里的。不是你变脸，这只变得真快啊！我靠，不要别来烦我就行了，你们自己去理哈。去吧去吧，你们去吃你们的饭吧。啊，可以可以。啊，股份我们是没变的哈，你10%，你10%，啊可以，我10%，你51%，不管你。你们别跟我。好了，好，格局打开了啊。咱们最近的话，我是想做一些就是实战的一些视频啊，让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原来它本身那个皮壳开出来是什么样子。像这块料子的话，咱们的话今天开的这个的话是算开奖了啊。然后这块料子呢是一个色料，价格的话40000块钱收下来的，大家呢都喜欢玩色料。40000块钱呢其实也不便宜，因为现在整个行情啊，脏色就贵啊，这个翡翠啊，但是这块料子它是值得一搏的。然后小杨老师的话也想给大家做一些实战，看一下这样的料子开出来它到底是怎么样的啊。那大家如果想看的话，咱们就不要忘记点赞好不好，点赞到200，咱们的话就把这块料子也打开给大家看一下，它里面到底是什么庐山真面目。如果说你也喜欢翡翠，喜欢杨老师看完，别忘了点赞评论加关注，爱你们。